我在打工的时候，我是做音响的，灯光的，我都想说哪一天我可以在台上唱我自己的演唱会。然后在98年的时候，因为我的《心太软》的成绩，然后再加上我出了《爱像太平洋》这张专辑，公司就帮我办了人生第一场演唱会。当我站上去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哇，那个感觉很不一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在98年的时候，真正的打开了我音乐殿堂的大门。